我的天哪，不好了，我们家里好像来一个小偷，你看他的头这么大，哎呀，他还有个双鞋子呢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他在我们家偷吃啥呢来着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招呼警察去。小警察，小警察，你别在这了，快快快快，你快去看一看，我们家好像进了一个小偷，他的头老大呢。啊、不去，你咋不去呀、啊？哎呦我的天，你是医生呀，给小娃娃看病的呀。哎呦我的天，快看吧快看吧，救人要紧，看病要紧，你快看吧。哎呀，小警察小警察，你别在这刷手机了，你快看，我们家里好像进了一个小偷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在哪了？就在这，就在这儿，快快快快看，你看那里，那里头好大呀，底下还有一双鞋呢，过去看看呀。这是啥呀？我不是警察。你是啥呀？我是消防员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消防员你在这干啥？你快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。呀，小警察你别睡了，你别睡了，你轮到你了，快快快快，我们家里好像是进小偷了。啥呀？哎呀，小警察你的枪呢？你都没带枪呀？你不用枪你都能把他制服了。哎呦我的妈耶，你可太厉害了。这啥玩意儿啊？啊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哎呦我的妈耶，这不是个青蛙的头吗？这是，这谁放的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家孩子放的吧？真的是，肯定是我们家孩子捣乱放的，一天天的净骗我，这个倒霉孩子呢，看我怎么揍他去，气死我了，麻烦你了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别生气别生气。